大家好，我是李史炫。董国建、贾文佳、丁长琴、关思阳、赵浩、张振龙、李春辉、李鹏、大林、粘者阿提、陈刚、张克正、梁建怀、老师 Runner、于勇。体验过华为Watch GT Runner 之后呢，首先拿到这个表颜值是很高的，我觉得它很轻，佩戴舒适。它的无芯双屏的 GPS 搜索速度是非常的快，是我目前可以见到市面上搜芯最快的一块手表。舒适，定位准，搜芯快，是跑步心率特别准确，准确性能媲美心率带。特别实用的功能就是恢复心率，跑步数据很丰富。它非常适合我们在训练中重视数据的一些跑友，跑力指数能直观预测马拉松成绩，配合华为运动健康 APP 能够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制定智能的运动训练计划，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直接通过手表测定我们的乳酸阈值，增加了很多专业的跑步功能，轨迹的导入导出，户外轨迹导航，我觉得反正体验感非常棒，希望这款华为 Watch GT Runner 能给更多的跑者带来更新的体验，科学运动，只管去跑。